墨镜快戴上啊，橙子 couple 又来放闪喽。陈柏霖和宋智孝在实境节目《我们相爱吧》被臭对，在播出的最新一集中，两人猛发糖，真的是甜死人不偿命啊！一起做姜饼人，不约而同的在同个位置放上心形图案，简直是心心相印。之后，陈柏霖从挑木材、磨木头，一手包办，亲手制作墓碑，并刻上宋智孝的名字 Momo 作为小两口定情物。陈柏霖还说，在芬兰，如果一个男生遇到一个自己深爱的女生，就会送她自己做的杯子。哎呦，怎么这么会呀？这样浪漫的礼物，有哪个女生受得了呢？但是这都不算什么，真正让智孝感动不已的是，陈柏霖花心思练韩文向她告白。他说，可不可以让我做你的朋友，但不只是朋友，可不可以让我陪着你走属于我们的路，我想和你一起看没看过的世界，未来会怎么样，时间来解答。全程韩语告白，就是希望智孝能感受到他的真心。果真成功让智孝感动的哭了，当场拥抱陈柏霖。简直比韩剧还要唯美的情节，可惜浪漫氛围却没有维持多久，因为陈柏霖带宋智孝重回冰湖看他最想看的极光，却因为天公不作美，他拿出棉花糖及香肠用萤火烤时，想要逗吃货智孝开心却失灵。看着他失望的眼神，陈柏霖差点没辙，幸好男友力爆发的他早有准备，用最璀璨的烟火哄回家人心，让智孝说出太完美也不好，总要留下一些遗憾，开心的为芬兰之旅画下句点。